欢迎你收听你听紧嘅电台，我哋依然怀有二十四小时立体声广播，时间系凌晨2:08，室外气温38度，湿度系相当之湿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已生效，海底隧道现已封闭，所有驾驶人士请立刻即时落船转搭其他船艇。跟住落嚟有呢个粤台指定嘅玩怪歌曲《与市场两端嘅板胶袋的人》。左线的人，大家声情笨，早晚都互不信任，我擘开口个鼻会望，月底拍粒上风院，月中有差啲冷亲，新歌。手提无线电筒微型耳塞，连挂住个镭射吸尘机全部。如有拾获者，请通知其他九号人士，佢哋仲有一镬机会。喂，老娘，火烛公喺边啊？喂，肥妹，喺边处啊？就喺环道口飞龙镇嘅人民入边事务处出到枪。当然识咗百几人，大家出去滚，就去泰林。点知经理是泰国人，立啲胶粒立喺个身，我扮胶袋去饮，就去百佳食七金食，我掹粒三楼乱钉人，本地主牛价格靠金融行情总下报。甚至大啲嘅镬，我点知宿舍并冇人。月底花间补心汤，我未煲点解会滚？只有叹息，自己冇安，已经痴线莫怨。莫怨巨人，已经痴线又发铁头。